人生最惬意的事情是什么？我觉得能想到的就是现在我这个阶段啊，这个比较成熟稳重的年龄，就是和三五个朋友非常简单的一起，在一个非常惬意的天气下，在选一个环境比较优美的地方，烤烤烧烤，喝喝啤酒。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，到底我该如何表达，他会接受我吗？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说出那句话，注定我要浪迹天涯才能够有牵挂。你们玩这么长啊，哇哇！我说真的，我真的听得好有感觉。我要是个女孩，我都爱上你了。我觉得老天好不公平了，让他长得这么帅。来，粉丝现场，唱歌还唱得这么好听，还会弹吉他，我的天啦！主要是技巧教得好。对，老师教得好了。哦，就是刚刚王哥指点了一下，他就进步很大呀。对，不要有那么多花式。杨哥，他们问你为什么跪着听音乐？我已经被他这个臣服了啊！跪着听音乐，真的啊！晚一点吧，你不要让我们小帅哥一直表演才艺。他现在很懵，他都不知所措了，他现在很懵，不晓得该怎么面对大家了。王老师还在指点，王老师又在指点了。王老师就是刚刚这个。刚刚帅哥弹的这首歌有什么缺陷啦、啊？什么？给他点评一下。如果他嗓门再唱大声一点，哦，其他的都放开对吧？因为人年轻，他放不开。哦，比较腼腆啊。如果把声音嗓门再练，用丹田的气提出来，哦，这样就更好。下次注意啊，下次注意丹田声音大一点。你要注意哦。用嗓门去唱歌，那只能唱沙哑。哦，就是烟嗓那一种啊。王老师上课了。哦，好好好，感谢王老师。感谢王老师，感谢帅哥，感谢帅哥啊。以前刷到过很多视频啊，就是用这种小型的微型爆米花机爆，然后自己也特别想尝试啊，但是我去查了一下，好像要300-400块钱，舍不得花这个钱没有买。今天欧总买了一个，我们现场免费的感受一下，好吧？吃爆米花了，哎，有点香味了啊。王继健后面那个是点睛之笔啊。嘿，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，长得好看又善良，一双美丽的大眼睛，辫子粗又长。嘿，每次吃甜的那个晚上，我和你来到小河旁，来，三二一，哦哦，夜夜想起妈妈的话，闪闪的泪光如冰花。涨没涨？来了吗？试一下吧，我觉得。试一下。试一下啊！试一下，试一下，试一下啊！爆米花了啊！哎，这个我准备。哎，没办法，垮了！这个太，没办法，继续，失败了，拉卡了啊！失败是成功的妈妈，再来一次啊，再来一次。时间没到啊，完美婆娘到了啊 ，Perfect Moon，Hello， Nice to meet you，Come on here，I'm weather，Miss you，You know。
Do you understand？ 哎呀，我的天哪，盘了好久，终于盘到一个少女了，我是完了，全部都是些大老爷们儿。哎呀，哎呀，全都是些娃，全都是些儿娃子哈。哎，全部是些儿娃子。咋咋咋？今天穿的好，今天样子感觉你没穿拖鞋呀？今天。今天感觉你心情样子很低落哎，我感受。啥子事情嘛？给我，我可以帮你分担一点不嘛？宝宝，宝宝，我们花我帮你分担一点噻。真的是爆米花了，差不多没。啊，我三百多块钱都买上了。三百多，你也想过去买是吧？嗯，我怕我后头想了算了，那个不够吃肉，一把都抓完了。对头。这件石头啊，就这一颗漂亮。我看一下了，哎，这个洗出来应该很好看啊。我去洗。洗出来很好看。包里，我刚刚看你捡了很多呀。对，确实。而且我这个小包装的是很好打磨的。我操，你这个包哇！这些打磨出来很打，这个打那个九孔都坑啊。这些特别吗？这些石头不特别啊？不特别，很普通的石头啊。啊，你捡来干嘛嘛？拿回去。像这一对，看到吗？这个打磨出来也很好。这个有点。然后穿个孔。啊，穿个孔拿来戴起来。来了两三小时了啊，现在终于可以烤了，这是鸡翅膀，看着有没有食欲，兄弟们，有没有食欲？哇！好了没有啊？这个可以吃了吗？这个？啊，这个师傅不理我啊！来，王总婆娘，这个应该吃得了，我拿给你吃。师傅在卖到底。你就把那个钱搞回来。他不想贪污的，等到钱来。我喂你一口，咬一口吧。哎呀！吃烧烤的这么漂亮，哎呀，好，没有味儿的，没有味儿的呀，再咬一口，熟的的，香不香嘛？可以。这是我喂的，它不香吗？嗯。没事，你尝一口。给我完美婆娘加点味，加点味有没有？刷一点，这个。还没熟吧？熟了，熟了。完美生的都吃的，主要是我给他拿的，来，我再喂你。嗯，那个玩意可以，真的好吃。嗯，来，嗯，已经烤好了啊，烤好了啊，每个人都拿着在吃了，看到没有？嗯，都在吃啊，感觉怎么样吧？这个你们好吃，还可以，还可以啊，软糯趴嫩，软糯趴嫩，主要是跟我在一起应该，是吧？那个没了，好像。不是烧棒，我也表演给大家吃一个啊。烧棒是啥子意思啊？啊，烧棒。别个外地人听不懂烧棒，就是安全餐厅。哇，看着好诱人呐，啊！你看这个，这个鸡腿，我今天也是在想，我也没单独拿来烤的，我也想去把它烤香一点。不做你不做，你不从小时候做起。我自己烤了一个，烤了很久的，把外面都烤得很香啊，特别香。嗯，现在王哥捡石头，捡了一大堆。他在分选挑选，现在看一下啊，这个大的就不要了嘛，这个大的太普通了。这个来做底下，然后这样做清洗基石是吧？我欧总终于带了两个美女过来了，我操，说的美女终于，谁说我没有女粉啊？谁说我们没有女粉？对对对，这不这来了，快 come on， quick 你！哎呀我的，哇塞，我的视频里面终于可以出现美女了，不好意思了，没不要不好意思吧，让大家甩个正脸。哎，不行吗？你先啊，就大家听一下声音就行啊。好，他们不愿意上镜，我们就不刻意拍了啊。我们就烤点烧烤给美女吃啊！哇塞，欧总的朋友好漂亮。好，我们今天已经结束了啊，兄弟们，看一下每个人，首先是把现场打扫干净了，现在每人带着大包小包。这是王哥。好，大家好。去哪里都背着他的这个吉他。再来看灯光师欧总。啊，辛苦了。哦，汪哥，辛苦了。小鱼好样的，今天搬了这么多。啊，刘盘，完美婆娘，看到没有？平常看到完美婆娘，很
很大大咧咧的，线下真的像个小女人一样，就很想要保护她的那一种感觉，知道吗？欧弟，什么？今天感觉累还是累不累？今天感觉非常棒啊！非常棒，我也快乐着。对，我也这种感觉，不是很累。对，不是，我是一个本身不太喜欢出来活动或者社交啊这些的，我觉得是一种心理负担。但是今天全程都感觉很放松，很愉快，也特别感谢你组织了这一场这种大家出来玩玩的烧烤。我觉得以后我们还是要经常出来多聚一下。对，以后就像如果今天没有你，我们可能都是待在家里滑手机啊，是吧？对的。好，今天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，大家一起讲一声拜拜，点赞。好嘞，好。